这是什么凤珍拉面，网上出名，所以今天就陪我弟弟来吃。你看，哎呦，是不是要做黑炭兄弟的 channel 了？<笑>配早上配这个咖啡。OK， 这样我带你们去看他排队的状况。 这里来 parking 其实是蛮，还有蛮多的。今天是星期六，所以我觉得蛮 parking 就了，就是这间凤珍，这间。嗯，就这样。 OK， 还有这个是炸猪，这是猪肉，然后也不错嘞，拿了我拿了，这是鸡肉还是鱼肉？鱼肉来的啦，这是鸡蛋，这叫什么？那个，这个鱼饼，鱼饼。 面、蒜头、饺、哦，米粉面，搅拌它。哇！应该是鱼饼啊，没有记错哈。哈哈哈哈哈。查莫斯密达，查莫斯密达，没有吃过的咯，就是网上看的就过来这里 ，then。 So far so good， 没有塞车，没有说啊、没有地方 parking 车。记得这个是在三楼。OK， 吃一口看看 OK 吗？稍稍。不用到半个小时。看来我去那边的时候哦，你排队是第五个人，现在排队要第十个人了。是吗？啊，十个人排到后面 S 的，福建话叫佛家，中文叫好吃。日本话叫美味しい，那韩国话叫。 马西达，马西达，嗯，这里。 三楼也不会说热，就 OK 啦，风扇也是多，也不会说太到很多人。然后我的环境，好了吗？卖咖啡的地方有没有做排风？不过我看到那个卖树的是吗？排风的，是不是？主要卖什么？这个等下一次排风的时候，他拍他们的树的肯定看见。 来，所以我也不知道这里最靠近的 MRT 是几号？也不知道。没有，要大巴士转站过来的。好，要大巴士转站过来。去完了，我就要去那边叫什么渔场啊，买一些东西。最近家里的鱼出现一些小状况，我也不是鱼的医生，所以。 要去找鱼的expert啊，求救一下，差不多要死去了，但是还好昨天换水的哦 ，OK， 救回，不然伤心了，我养了他们整年多了，我的 parrot 是啥？雪鹰鱼啊，雪鹰鱼是吗？这叫雪鹰鱼啊，咋的呀 ？parrot fish。 哇塞嘞，好犀利啊！OK， 如果是有五颗星，这一个我给三颗半，啊，三颗半，不错了，真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放那个鱼肉下去，我有点没说很喜欢。我觉得该知道有蒜头，有它的沙琛吧，有这个肉。那酸米啦，酸米，然后吃
这个一次过是 mix 起来全部，哇，那个味道，哇，那个味道真的好吃。三颗三点五，新变成三点八，三点九。哎，我讲说给它三点五哦，因为我要拉回刚才那个三点五，我要给它四，给它四四四。哎，蒜头也不要放太多了，蒜头你放太多哦，就等下盖过它的味道又不好了，刚刚好就好。可能刚才那个有加辣椒吗？好像没有啊，没有吃到辣椒，混在一起了，可能辣椒多一点吧。哇，最好吃的都是要留在后面的。看到没有，那能吃完就证明说不难吃，大概给四颗星。哇哦，嗯，就在那边吃了。那个排队的地方从这边去排到后面，再排过去那边开始排长龙了。 Hello， 现在是来到这里的鱼塘，这里叫千湖，在苏奈登阿的位置。你看它有很多的池塘还是鱼塘，哇，蛮多的。嗯，今天就啊罗如在这边买鱼，买一点鱼料和鱼的 accessory。再进去里面看看了，哦，这边有很多只指示可以过来啊。刚才我去吃罗面，罗面完了就来这里。是不是很强？不错嘛。你看到人家的几大字？Hen。No！不要紧，你看小树大，没有事的，在玻璃不了。哈哈哈哈哈！是 ice。怎样？没有，还没变。千湖。人很多，可以过来这边观赏啊。对啊，你啊，就是 tap water 哈，它是肯定死的。哦，怎么？因为我们 tap water 的 anti-chlorine 吗？对，我多数都是，我会把它放进桶，我知道，四五个桶，然后过夜，放药水过夜，去哈，然后我才换水嘞。哦，这样。哦，是，我是想说，其实昨天我有去买，一个 filter， 所以我觉得好像还不够，所以我决定来这里看一下有什么 filter 是比较。那是想说这一种都不知道 OK 吗？这种。这种里面是有 bio 哈，这种是哈，可以放 bio ring 的。可以放，但是它这个现在买是没有吗？它只是给我一个黑色的。啊，对，就给我那个。哇哇哇 ，bio ring 那边有 bio ring 啊？有在里面啊。啊 ，OK。这个也是一个泵的嘛，对不对？对，对吧？这个可以让水清洁。但是哈，嗯，这些东西哈，是不可以说每次拿来洗的。没有没有，我就是放进去就几个月后了，是吗？可以这样讲哈。好了，就买了就是用那个。你要洗的时候啊，就用你的鱼缸的水啊，拿出来抽出来，比如你抽一个片，在里面用这个洗哦。啊 ，OK， 可以。它的微生物也就是 bacteria 就不会死了。哦，这个的 bacteria 就不会死啊，死一定会死啊，就是没有这样恐怖。你用，但是这个不用紧，不用紧，这个这一个哈，哦，是每多久要换一次？这个换哈，
totally 换 totally 换就是这个嘛、哦啊、我知道啊 totally 换其实很是这个吗酒 啊, 啊来啊一两年 OK 啦给个一两年呢 OK 可以这些东西石头来的有些人用纸是咯这一下子是咯看这个是斑毛这样就买这个一个了、哦、我的小个鱼八百的应该够了你一缸多大四尺啊啊四尺啊哈四尺像小不够这个不够啊就要这样大个了四尺其实是这样大个吧好了四尺了这样子啊比这个大了老板比这个大了啊比这个大嗯可是我的水桩大概是四十 cm 而已啊其实 cm 就是差不多十五寸了十五寸哈十五寸了嘞我有其实我那边有一个泵也是有一个 filter 了是现在要多买、啊对啊所以如果有两个其实是够了那我问我师兄一下问师兄哎谢谢 advice 谢谢阿喜谢谢七岁的你养什么鱼啊 parrot fish parrot 多少只那你四球拿公拿五种只没有啦八只能只八只就很多很大 difference 了吗八只、啊、这样大只一尺半还是两尺？哦，六十 cm， 两尺的，这里也是，这里就放四十 cm 的水呀。四十 cm 的水，四十 cm， 六十，一百二十。其实我有其他的泵在里面了，就是说现在多买一个。买一个给水清洁、嗯、来你为了这包包水养血鹰湖没有这样容易、啊、没有那么容易哦养了一年刚刚要跟我死去不可以耶这个把信拿走啦是这些多久要洗啊肮脏就洗哦我怎么知道肮脏啊要拿上拿下我也不懂你喂鱼多厉害 吗, 吗 OK 现在你的经验是一天喂它几次啊两次两次 OK 好每一次我只喂两分钟每一次只喂两分钟怎样喂两分钟慢慢给咯一点这样一点一点给咯两分钟他们吃完的分量就是了咯啊而不是一次倒到完倒到完了让他自己吃啊这样是不飞了吗你这边有卖那个什么这样哦这样 OK 了这样我懂 你懂我懂、啊、OK 好你慢慢放慢慢放他吃你放、啊、他吃你放两分钟嗯他吃得完两分钟内就是一餐买大力给他还是小力的给他吃都 OK 方便他们嘴巴吃啊换句话说嗯像我们吃哪个嗯不要像我们吃伯哥这样麻烦吃伯哥是不是比较麻烦吃哪个很方便 OK 对对好就是很像他们吃哪个 OK 好 Thank you 好 OK 好 okay. 嗯有空可以来这里走走看看是不错啦先拍给你们看它的哇真的漂亮看到没有你看有人在那边拍照片啊这就是它的 logo 千嗯、你看从这边去到这边江大哥你看这边也是有养鱼场好了也买了一个泵回去 OK 了今天的 vlog 就到现在了拜拜